找个瑜伽垫是咋的？给我健身的。真的，今天晚上见。battle。来来来来来，你要不服，先来。怎么着？掰腿。我把那个尊严找回来一下。来。你又非要让我给你闹啊，你不是想找尊严吗？他也打不开玄机。侄子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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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Cool。 王老师，哎，侄子不行，掰不赢我，走吧。这游戏好无聊啊！从昨天到今天，我的自信建立在了侄子上面。你这输了两天了是吗？对。跟谁比输？张继科当然输了。不是，跟玄姐比我也输了。啊！你笑啥？你还不如我呢。